都骗人的哦。然后那个诈骗很厉害，他也知道你的身份证号码，他也知道你的电话。哎，我说我那个登记哦，登记的不是这个号码，可是他会知道，他竟然身份证号码也会知道。我说这么厉害，我说你的身份证在这里，啊，进来，他要去提啊不？要不要进来？他说你如果不进来提哦，要提你的身份证，银行就急。那怎么样？真的那一种情形，哎，就是会让你心里面紧张。那有一次呢，或许就讲说，啊，有要心情比你要，哎，这个技能就是一手啊，吼，看要就你偌济，哎，你做你去做，这样好不好？也不好哦，哎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个凡尘生活，哦，现前还真多，哦，多不多？哦，真的是很多。哎，所以我们了解说，哦，闭起门，把那个哦，哎，负面的，哦，新的，哎，走向负面，全部都关起来。哦，不，哦，不去啊，组织一些啊，这个负面的。哦，这个情形，那最严重的哦，各位姐姐，我们心呐，那个负面最严重的是什么？我们各位都知道哦，就是色情、叶片嘛，知道吗？什么叫叶片？所以哦，不要接哦，不要去接近，因为哦。各位姐姐，我们修十年的功夫啊，抵不过五分钟的业力，了解吗？你修十年的定力哦，你看五分钟的业力哦，破功，厉不厉害？很厉害，所以不要接近哦，不要你哦，使自己的哦那个心啊哦污浊了。唔通哦，家己的心哦，规个拢乌起啊！哎，要会保持清净，不要接近就好了。哦，你不要去接近那个。所以哦，要看那个叶片，看或许写的那面经，三十六物啊不净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要不要？就是我们身体的构造，哎，啊，你来看前侧。哦，为什么印度的哦那个菩萨会修的功夫那么好？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个环境，哦，那个死了人死了以后，他们哦拿把那个尸体呀、啊，哦拉到那个、啊、哦那树林底下给那个野兽哦吃，啊，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啊去关哦那个关照那一些。人死了以后的变化，哦，人死了以后一天会怎么样？两天会怎么样？一个礼拜了会怎么样？一个月了会怎么样？一个月了就变白骨了。所以哦，他们去关照，哦，就是啊，细节时阵哦。哎，我们人死了一天，哦，两天、三天，哎，阿都碰到啊，吼，阿过来就白化，过来哦，血水就出来，过来迄糖就生，阿即么糖哦，食肉，食咱的肉，哦，阿即么食肉，食料哦，都存哦骨头，那骨头过去哦，哦，风吹日晒，还迄骨头全变乎。啊，这么壁虎哦，风一个吹啊，哎，就风吹去啊，啊，飞倒去啊，伫空间那条，还空哦，空中了、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哦，人的一个变化哦，就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免不了了。讲点啊呢，哦，细体啊，哎啊，所以哦，这个老一辈已经在骂人了。啊！你在碰到，
有没有？那个就是吼、哦，四级以后吼，是礼拜中间啊，都必碰到的，哦，啊，都破，血水都流出来，啊，都必痰，哦，啊，痰食肉，哦，食咱人的肉，啊，食起来吼，啊，都剩骨头，哎，就是这样，每一个人哦，都躲不过这个过程，大家拢安尼，哦，也拢安尼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或许之前拢会讲啊，免化妆啦。你若吃到大家都赶快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化妆拢假了。暗时要困，还要洗洗掉。哦，啊买钱来画画，啊再过来洗洗，一寡钱拢了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凡人啊，在凡尘生活，哦，拢嘛是假，都是假的。所以哦，老祖教我们呐、啊，哦，闭其门。把我们那个、哦、不正的负面的、哦、那个心的门、啊哦、把它关起来，然后、啊哦、终身、啊哦、不起，就是呢一生之中呢都不会感到、啊哦、很勤劳。假如说呢我们感到很勤劳，那表示说我们做的时候、啊、不是很自然，做了没自然、啊啊、对、哦做得很无用，哦，真劳碌，真艰苦，啊，所以哦，终身不起，就是讲，哦，这个叫主念呢，哦，自自然然就可以达到，达到呢那个哦我们的效果。那么开其对啊，哦，即其事，开其对啊，就是把我们的哦那个嘴巴打开，哦，也讲话了，也吃了哦，哦，精神啊吧，哦，然后记起来，这个就是呢，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那个状态，你去达到，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是上面呢那个是理想的，那下面的呢，哦，就是啊做的哦不好，那做的不好了以后、啊，哦，我们要得到，那个果报，都会啊，哦，早上升来。所以才、哦、老子讲终身、啊哦、不救，已经、哦、没办法救了、哦、那个造的、啊、业、啊哦、非常的多，我们一生、啊 所吃的这一些生灵、啊、各位浅显，我们要几生来，咱一世人所吃的车、哦、生命、哦，那假期不会不让呀，阿孩子细郎，这样哦，我们吃了一生的这一些生灵啊，要还多久？就非常久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那个佛哦啊，时常会讲说哦，这个我们啊，假如说哦，这个身体啊，已经呢哦失掉了以后啊，哦万劫不复，有没有？万劫哦，回头未回来啦，就是很久的意思。而且我们也有看的哦，《弥勒鲁巴》哦传记啊，有没有看过？弥勒鲁巴才害死哦二十几个人，有没有？他受的苦，我们大概都没办法去承受，都干苦的不？哦，有弥勒鲁巴。他的那个马尔巴师父啊，哦，故意要磨他，磨练他的那个罪业啊，哦，叫他到山上啊去盖房子，哦，啊，那个石头从山底下哦背去，等到他盖好的时候啊，跟讲说啊，那个位置啊，哦，那个盖房子的位置啊，哦，错了，是在隔壁山才对啊。哦，你把那个房子再拆下来，哦，把那个石头再背下来，然后到隔壁山再盖。他经过这么苦的哦，那一种磨练啊，他都忍受。对，假如是各位前行，是你本身的话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心里面会想说。我甘愿要做众生，有没有？哦，
那么艰苦啊吼、哦，到后来啊，你骨是骨拢食，迄落青草食到骨是骨青连连，有没有？哎，你一定会讲啊，我唔忙，我要做众生就好，会不会？会不会这样？放弃呀、啊？要放弃自己呀、啊？哎，各位先生，或许上个礼拜不是讲嘛哦，洪波老师啊，交给或许责任啊，就是要哦，或许那个使命任务啊，要各位明心见性。哦，心明因果不昧，见性成佛无疑，有没有？爱有信心的，你若无信心，你就害我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是害我。欸